今天就播一小时。刚才李阳好像升起来了，又降下去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行，还是继续。那个不能双双直播，是的，不能双双直播。游戏机只有一个。哎，往左边走有个神龛，先把这个开了。来都来了，俗话说，来都来了。采石场下层应该有个宝藏啊。上锁抽屉啊，是这个地方的上锁抽屉。上锁藏宝，上锁藏宝的，到底有几个？到底有几个这个小钥匙我没拿到呀？妈的，很气人！这是哪一个？村长宅邸，这个是要爬上去的楼梯。废弃工厂，这里应该没东西落下了。村长宅邸，村长宅邸还要再回去一次。然后这个地方也是碍事的，要爬上去的。其他应该没了。那边那个不知道怎么过去，应该后面可以过去。神龛农场还要再去一趟。神龛是吧？应该没有敌人了，别出来一个下午。妖光蝴蝶灯呢？现在那么早就拿到蝴蝶灯了？蝴蝶灯是哪一个？三个球是吗？三颗宝石，湖畔聚落，这里应该没东西拿了吧？小洞窟的祭坛，林中祭坛，大洞窟祭坛，小洞窟祭坛，不对。居然有七个红宝石，啊，我可省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个方向有点不太对劲啊，怎么横着走啊？不会开船了，今天是什么 bug 吗？我操！怎么回事？重来一次。不玩？怎么顶墙了呢？没顶墙。你看他怎么会不能拐弯？那拐弯他是往左走，不对，倒退的话他是往左走。这是什么 bug 吗？我操！
只能倒出去吗？还有这种事情？我现在按 L2，它是往左移动；按 R2 是往右移动。嗯，你看，他拼命在往右动。我去，我出不去了。啊、哦，还好，这样就放心了。我这样就放心了。原来是 bug 了。那我是继续还是？还在掉，掉好远。下载游戏吧，还是不要浪费时间，时间很紧张，浪费了6分钟。刚才是什么东西来？神龛，有个蝴蝶灯，拿了就走。谢谢，晚上好呀。要转动控制杆啊，这就对了。你看这多顺，刚才绝对就是 bug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人物被限制住了行动，左边，哦，往这里头走吧。谢谢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太客气了，大可不必。哎，这是之前打东西掉下来的那个，掉下来的那个宝藏。这儿还有个神龛呀。哟，是个啥？直接卖的是吗？哎，不对，这不是直接卖的。这个是个全是方块的啊，两个方块，嵌两个宝石，那就两个同色的宝石比较划算。四个的话是要全异色最贵，两个的话好像是同色最贵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同色的来了，啊，给你算好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宝藏就拿全了。教堂里头，除了无异色，其他都相同色就行。四个的不是，还是四个的不好像也是异色的更好嘛？四个也是同色更好嘛？这里还可以一路上去，从这儿出去，哦。是好像没有标的路，这初始宝石咋样？红宝石本身太便宜了，铜色加成再高给的也不多。哦，这样的。那个按哪个？按方块。啊、哦，确实是铜色是1.7，异色是1.6。啊，确实同色的更好一点，
除了五亿色以外，其他都是同色号。三个的呢？啊，三个也是同色的，两个也是同色的，四个也是同色的，啊，四个异色也不错。圆的红宝石啊，方的红宝石我还没拿到呢。5000、6000、3000、4000，三四五六。但是红的这个宝石的方块宝石，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如果嵌四个红的话，就需要两个红的方块宝石，这我还没有。但是这种的话就已经可以嵌了，5000，这是6000。红宝石多，比较便宜。那最好嵌进去的宝石和这个灯本身都很贵，这样的话乘以倍率会卖得更高。有一个脑袋，好，走，咱们往前走，看看这条水道。啊，往左拐，撞点桶赚钱。哎，他知道我要撞桶，他这儿放的全是桶。哇，又来到湖了，湖畔聚落，这儿好像已经搜刮干净了。那一大片应该是从这边这个区出去的吧？这个门我开不了。跟 Ashley 以后来到这儿就可以去这个地方了，还可以拿这个东西。那么其他那些钥匙、小钥匙开的这个东西怎么拿呢？你包括这儿有一个，这儿有一个。然后还有一个宝藏夹的 DLC，宝藏夹的 DLC 有吗？啥？没有。啊，对，豪华版有一个宝藏的 DLC 嘛。不对不对，我捡鱼来着。完了，放不下了呀！哦，还行，放得下。鲈鱼很多啊。刚才那条去哪儿了？我现在好像回复道具的这个卖出价是翻倍的，就回复道具应该也包括鲈鱼，是不是？也差不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三个。三个怎么装不下？三个装得下。刚好。对啊，枪械可以直接传递过去，真好。
不要迅速整理，迅速整理，整理的不好看。哎，这怎么漏掉了？哇哦！什么时候？完蛋，菜刀放不下，一会儿再说吧。你这个地方是怎么会漏掉？之前没来过。啊，这儿有一个这个。哎，我在想，他为什么要放进去以后再转呢？他直接给他放进去的时候，就给他拼好不就好了？把剩下那些全抠出来，然后再转不就好了吗？不对，然后再给他一块块按顺序，比方右下角这俩就不用动了，你就把那一块块都抠下来，你放的时候就放错了呀。这真的是硬解谜啊！真硬解谜啊！我看攻略好像左下和顶上转一下就行了。对呀，你这何必呢？这是买钱的吗？进攻处，我操，15000啊！好，真的好诡异，诡异，堕落神像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堕落了？是长这个样子。对吧？是很有道理。好，这个地方应该除了一把菜刀以外，其他都已经刮完了。那会儿我们回去把鱼卖了，这个鱼能吃，吃了能回多少？可以恢复生命值。蛇回的多还是鱼回的多？草回满，这个也差不多回满。鱼应该这个大于6格的应该是等于一个红草红绿，喷子放回去拿刀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到时候又那啥了，打鱼任务做完了，也不是不行，那就把喷子放回去，这样这个地方就不用再来一次了。刀是不能远程传送的，是吧？刀可以传吗？不可以。但是喷子是可以的。送入，这还不是最大？最大我已经卖掉了，不是做任务要用吗？就卖掉了。对，只有武器可以，这已经很简单了，这已经很简单了，以前没有那么好功能。直接给你远程传送，还有这种事情？硬核难度能传送吗？是不是就不能传送了？还有娃哈哈，啊，娃哈哈也可以。跟九老师解谜一样，就是要你解释的，都可以传送。开错路了，好像。又来到这个地方了，伪开放世界，专家也行，这样的。难受的底下有一个上锁抽屉。还差一把小钥匙。还有哪儿有上锁抽屉？啊，这儿还有上锁抽屉。咱现在还差两把小钥匙，是吧？刚才这个我以为是上锁抽屉，但是实际上开掉了。它这个
这个地方的这个并不是那个上锁抽屉，而是一个拼图方块解的谜题，这叫全收集吗？一周目肯定打全收集吧？你不全收集吗？出售，看看啊，蛇蛇买多少？蟒蛇是2000。还有鲈鱼大是2800，这是1600哎，那我觉得是不是鲈鱼补的多一点？蛇更适合卖，黑鲈鱼大肯定是要卖掉的。晚上好。这堕落神像直接卖了吧，15000，哇，那么贵。二周目，专家受苦中，是吗？好，嘿嘿嘿，蛇蛇2000，鱼留着，1600，他卖的不如蛇高啊，进度如何？不知道。鱼卖一条，然后到时候我们比较一下蛇和鱼哪个贵，是卖哪个？进度如何？还早，进度还早。黑色可以增加物资大的掉落几率。哎呦，这个是啊，留着吧。留着这个钻小小的这个尖晶石啊。去换更好用的东西。3.13万，got a selection of come back anytime。对，尖晶石。有很好用的呢，是不是？这也太丑了，不想管这个。卖了升威力，咱不着急。什么时候能抽到艾士离的那个挂件就好了。那个我看那个艾士离的那个，我看可以增加绿草的回复量，这是相当好的，相当好。好，先这样。等到血再少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该卖哪个，不该卖哪个了。这物资囤的还行吧，谦虚一下，不是很多，不是很多。那是绿草的回复啊，对啊，是绿草的回复，我知道。但是他说卖那个回血物资的那个挂件，他应该。卖那个恢复药品翻倍的那个，应该是包括鱼和虾，不对，鱼和蛇，虾是什么鬼？弩箭、步枪、闪光，挂架挺好的，挂件挺好的。子弹掉落，对啊，子弹掉落是挺好的。1600是什么意思？
普通鱼是800啊，这样的。对啊，但我就是打靶前面3个金币换了一个有用的东西。你小子，哎，怎么了？嗨，hello 啊。那你不到9点？随便，你播到那个啥，我还有，我播到你能播的时候，你的鱼价格是800。我随时。你不是来洗头？洗头吗？我不洗头。你的鱼的价格是800啊，这样的弹幕吞了。对呀、啊，那就是对了嘛。我就是捡了一个增加恢复道具的贩卖价格翻倍，就是3个金币换的挂件，扭蛋，就这个传说史诗级的这个什么独角仙，人有点多啊。草没那啥，我操！我操！来来来来，誓言，誓言时候到了。这个补多少？补到这儿。啊，那果然还是鱼比较划算一点，鱼占的格子也多一点，把蛇卖掉更划算一点。红酒这个准星真的是需要一个瞄准镜。这也太频繁了吧！怎么会那么频繁呢？又来，我操！我狙就快没子弹了，天哪！这都是什么样的暴率？带枪托会怎样？会提高伤害吗？枪托不是提高稳定性吗？枪托我还买不到。刚才都没有注意多用用那个啥。高那点伤害多占了几个格子。手柄的流程以后再说吧，不一定有，嘿嘿。那枪托是干嘛的？还能增加伤害的，
我还没买到。初始首先改满的是爆头率5倍，有一个特殊改造，还有都是钱。这个地方好绕啊，这样回来可以开这个反锁门了，大概。改满是5倍爆冲，爆冲率更高了，爆头等于爆冲，也不一定。对，惩罚者和初始手枪用的是同一个瞄准镜。这你看，我给他射死。炸死他，炸死他。嘿，我的地雷啊，地雷枪捡回来了。哎哎，地雷枪零消耗。哎，怎么又有个黄草？天哪，这黄草茫茫多，突然黄草富裕了起来。耶，刀子直接处于不爆虫了，但问题是我刀子耐久会掉很多很多。哦，这还有个油壶呢，没有好好利用。我看到底是谁呀？我操，扔了远，上去再说，要不？这怎么有个藏宝？看看，据说这儿有藏宝，在楼上吧。啊，先往前走，这地方人还挺多啊。这有一个双鱼座一样的东西的符号，注意一下。这是什么狗屎 BGM？ 这个也要拼起来看了吧？这人去哪儿了？让他点住抱住。哦，这个红酒它是没有战术换弹的，就是这底下会加一十加一，初始那把手枪可以一到两个药都补不回来。动态难度，对，只要不是最高难度，它这个难度是锁死的，
中间那些其他难度应该都是动态的嘛，动态的意味着你打得烂，他就给你多给一点。这个是这样看的吗？这个是，这个其实可以用这个穷举法直接破了这个机关。哦，在这儿。知道两个就够了。说的是。哎，这个往回走还有一个梯子，这倒没看见呢。回去看看。原来这儿已经有梯子可以上去哦，还真的，刚才没注意这个。咦？怎么回事？省子弹，省出事情来。别死！别别别别！别别别！膝盖中了好多箭，这个人从这儿上来，他又会刷一波敌人。啊，这个是这个符号，行吧，知道了，已经差不多知道了。这波打的子弹有点消耗严重，散弹补了一点点，其他都是纯消耗。心痛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是确定的，对吧？然后有个双鱼座的东，哎，那个是啥符号？楼下那个是啥符号？这个好像也是确定的吧？然后我猜是这个，啊，真的，猜对了。一直用子弹，一直用弩箭，子弹捡不到。对，就是你身上子弹太多了，就不给你掉了嘛。这个就是动态难度啊，是动态难度。六六六六，shit。哎呀，慌死了！哎，我他妈！
哎呦，亏死我了！果然还是不应该打。这个他妈来回刷人有点不爽，怎么那么多人呢？啊，应该快点远离那个着火的地方。我发现他火，他一直出硬直。Holy shit！这次还行，多费了一把刀，但是至少没爆冲。嗯。刚才那个宝藏好像拿了，是个硬币吧？嗯，这任务是不是做完了？现在应该回去交这个东西了。小钥匙没捡到那么多。教堂钥匙，他这个地方刷人也刷太多了，真的是干一点什么事情又刷传奇一个，然后触发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又刷出几个，真的是无稽八语。是哪个头是哪个头啊？周一晚上好啊，打巨人吗？这湖真生物，是，甚至有一个养鸡的地方。这教堂的钥匙。Condor One to Roost, I found the key to the church. Copy that. Now go get Baby Eagle. Right. No time to chat. I'm going in. Condor One out. 庄园卖卖也不能干啥呀，我现在还需要啥吗？我现在需要的是小钥匙，有上锁的抽屉 N 个。这个要从上人这儿回去，要打巨人了，是吧？村长宅邸这儿有一个啊，有一个折叠梯。溪谷。不知道这个小钥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难道在后面？该摸的好像都摸了。
开错了，漏了一个打不开，嗯，是，难受啊。把蛇卖了吗？要打那个谁？我觉得可以扔点雷了，雷挺多现在。卖个蛇蛇，39,000，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, mate. I'll see you right. 3.9，20,000，为什么这个只要20,000？红酒居然要改30,000？妈的，真的是，不讲道理。3.9。这个喷子我觉得要再改一下，装四发会比较好，11,000。这个是9000，改成6发，9000改成6发，然后再做2发，装进去。嗯，我觉得不错。快换喷子了，我不想换那把，我就想用这把继续用下去，挺喜欢这把造型。嗯，这个再升一下。Dazzled, are you? Our craftsmanship demands no less. 然后2发2发装填8000，升。There you are, as you wish. 这个要么下回再升吧。火箭筒 ，CMP。All my wares are in tip-top shape.I assure you. Got a selection. Might want to. 弹药，弩箭，刀刀，刀刀要把它合掉嘛？可以做两个弩箭现在。大零件，大零件需要闪光，需要，还有狙击子弹需要。大零件多不多？合掉吧，算。好，这个现在大零件没得了。对啊，6发装填满嘛。弩箭雷要不要做？先不做。1、2，哎，不用1、2，直接2发一天，爽。嗯，好。弩箭雷打电锯啥的好用，这样，因为它能炸出硬直是吗？打巨人可能也不咋好用，是不是？好，保存一下，打巨人去了。14，第4章，已经20个小时了呀！啊，不是，是20点，吓我一跳了。哎，不是这个，是这儿。
巨人还得用狙啊，那我亏了，我的狙子弹没有合。狙子弹还有7到6，7杠6，一共是13发，竟然没有换硬核难度。是，路上把蓝牌补，哎，蓝牌这儿可以补到吗？哦，还真的可以补到。我操，这准心。这是啥奖励来着？我居然刚才没有那啥，没有完成啊！哦，4个尖晶石，一会儿再说吧。活着回去的话，嗯？为啥？谁干的？马里波波波波。将将够用。这怎么打？还是跟以前一样吗？Oh shit！ 他怎么刚才没扔到我？欧卡米，嘿，我操，才5刀，这也太难了，这手柄有阻尼来着。这个要打头还是？这是什么伤害触发机制？死了，还得是狙啊！该关掉阻尼了，是出虫子可以闪光啊？是吗？闪光有伤害吗？差点就成肉饼了！哇哦，狙实在太强了！我去，给那么多，客气啥？真是。狙的子弹没有了，豪华版喷子确实帅，是啊，终于有人 get 到我了，这就是州长的喷子呀，
三代也有这把喷子来着。说起来，我如果用这个弩枪打巨人，会不会死了以后再捡到他的弩？哎，这个可以这样吗？对啊，老锯改满肯定可以用到最后，没有任何问题，非常好用。蛇蛇没有用掉，基本上没有受伤吧，用了一下这个刀刀，用了一下刀刀。等会儿最好能捡到狙的子弹就好了。有燃烧弹没有？村长可以免于秒杀了，是不是？这还有别的东西吗？再逛逛。我记得原版这儿超多补给，现在新版就这一间屋子了嘛。这里头是啥？哦，这巨人待的地方还有东西是吧？饲养日记，长出牙齿，一头牛都不够吃。现在已经没几头牛了。紫星石，他在里面饿死了，就是吃了几头牛。改满还是30威力吗？我不知道，肯定不是了吧？哪有那么高啊？原版麦林改满是50，老剧改满是30，非常夸张。哇哦，狙的子弹来了，同志们，这场可以说完全不亏吧？我操，20发，大哥20发，我甚至还赚了。这巨人好简单，我的手枪子弹比刚才还多，喷的子弹可能少了2、3发吧，然后狙的子弹比刚才还多。完全赚回来了。还有六个小包，现在差一个大包，再来个大包就好了。大零件包，巨人捡多少钱？刚才没注意，原版是15000好像。啥意思？狗呢？给一块黄宝石啊，这样的，就这，黄宝石那么稀有啊，要么尖晶石换，要么巨人掉，7000块钱才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真稀有啊！这还能回去吗？应该能回去吧？没有把来的路给堵啊！啊，来的路还是开着的，行，那也行。等一会儿我先回去把商人那个任务交了吧。狗在山崖上趴着，是吗？2.0倍率卖掉不就有1.4了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那个宝石是吧？2.0倍率要5种颜色哦。五色宝石，五色宝石，交换21。这黄宝石很贵，一定要倍率高一点的时候把它卖掉，对吧？包括那些贵的。这个宝石、灯、这个财宝啥的，也得要高一点的倍率把它卖掉。哪儿呢？啊，在这儿呢！我操，那么低。阿狗帅，刚才他一头撞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来着？是这堆吧？哎，好像不是这堆啊。总之，一头撞了山崖上了。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堆山崖，可惜没撞出什么东西来，就一个
屋子，小木屋，两个小木屋本来进不去，现在进得去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是这儿走，啊，哪边走好像都一样。我的手柄有点漂移。是不是有点漂移？那，咯咯咯咯咯，都升不满两把枪。对呀，以前可以升满至少两把。我记得以前破蝴蝶和那个老狙我都升满的，就是终极改造。你看，这个左摇杆它自己动的，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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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儿的路怎么打通了？可以升满吗？可以直接改满，花钱改满，然后第二个是用票，是吧？一个用票，一个用钱。我操！凶，还原原作了，原作到这儿就是三条狗还是几条狗来着？非常凶，一发狙，一发喷子，哎，两发喷子，第二发打空了好像，一发狙，一发喷子，加一发手枪子弹才打死。那我还要不要从前门走啊？感觉 very dangerous。该进教堂门了吧？我操，摸来摸去，这么牛逼的机关，好厉害！我都想加入光明教了，我都想加入光明教。这个机关它怎么做出来的？我去，这是几个药啊？他直接这样暴露身份好吗？教堂内寻找 Ashley。哎，这加重了我的负担，这我没有 TMP 啊。这啥？关键解谜道具。大妈的出场气势差了不少，哪个大妈？她喊的是别人名字，报仇找不到自己。哎呀，这尴尬了呀！怎么有五发弩箭？那我刚才把小刀用来干什么？怎么？我去，电锯姐妹花，那是后面的了吧？那是后面的嘞。什么叫公文包？这公文包我想拿走，这一看就是有好东西。可惜好像拿不走。哎，别乱拉。哦，还行，没出事儿。拉一下拉出事儿了。来了，小钥匙，哪儿有？这个地下就有一个，我记得。啊，对，这个地下就有一个。哎，干嘛？洗。什么？一会儿，马上。啊，我这儿马上。明天去西西湿地。啊！操，这么刺激。你快点吧，咱们要早睡。先不开这个，我们先去那个啥。这有没有打字机？那我要下播了。
旁边的小屋就有一个，对呀，这个小屋里就有一个，直接用掉就完了。哎，这有打字机，我去，开抽屉那里有啥？哦，是个黄宝石，稀有的黄宝石。哎，突然之间有那么多东西，子弹也放不进去，这个也放不进去，这个难道卖掉吗？嗨，苏胡啦，休息两天，是休息两天，陪玩两天。啊，没错。这底下为什么还有个宝藏？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尴尬了，再见了，去吧，才8点就下播了，去吧，是啊，是你的，该你吧，你能让你播1个小时不错了。